我是公关六合堂的2813年9月23号松山站，松山站现在36分，所拍摄的是1129次基隆发的中西湾线和北湖的阴绿手压三分钟9932全车，有的要搭乘又来搭了408次，树林发的中华东线和台中的它有直直搭，然后三千行是二连绵组偏斗台红色带青年机，然后也有的超直直搭在双站行程，耶、我的四连八次超有纸质的，希望他能够追上我的1500，因为1500今天太夸张了，就出港了。那天011哦，我今天搭乘13线行驶啊，买三千零一十一哦，今天斗腾啊，红色带新能机啊，哈，然后各位再见，耶、我的3011皮蛋斗腾红色带新能机，然后408次超纸质了。在松山站开车门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花莲站下一个停靠站为花莲站。下一站直达花莲站。